那它如果放密一点，连着放的话，速度也是超级快的。这个会不会是30毫升的呀？不知道是多少，你也搞不清楚。因为上次那小瓶子是60毫升嘛，这个是那个一半。上次那个瓶子我感觉到这里也有了，好像是不是这个瓶子？上次那一家是这个瓶子。嗯，差不多，这是60毫升的，那这个30毫升差不多呀，一半嘛，对不对？没，还有一个比这个中间稍微再大一个瓶。好像这个洗手液的，好像最小就是30毫升。15毫升有这个。就这样吧。